新花样，从科班都刷新出来，最快最快有3到4个月。咸阳，年花里面设计新花样比较麻烦一点。让一给的。上酒，它这个必须横着刷的，竖着刷，要刷的就均匀，你刷的把它扫平，加点水，错的是力度哈，打水的湿度比较讲究。但基本上擦完了，这些形象全出来了哈。刻的手法又准确，下刀又稳准。没有个3两两的功夫，你是刻不出后半子来的。这个就是说说你的心的静，心静手稳。抓印，印的时候这个板一定对的准。每个板每个颜色必须经过调整哈。你像我们印的这个，这就年年有余。因为年画它是每张都是一个故事一个寓意。先人设计这个东西的时候，他把很多的传统的理念都在这里边。你这真心的把你的传统的技法传给这些喜欢的人，他真心学你真心教。既然喜欢这个东西，那就坚持下来了。